如果我妈做了不该做的事，我想知道你每天在家要做什么。我们都在讨论你的功课。他今天要怎么了？他只是想跟大家一起玩。像这样偶尔出来，你们两个都会释放压力哦。他哪来的压力？只要跟他在一起久了，至少要变听话。你没吃药。你在乎的到底是谁？你到底了不了解他？你妈妈其实很关心你啊。表面上说爱你，就是每天回家身体有多少淤青，她也不知道。我为什么要吃药？你叫她吃吃看啊！佳佳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为什么全世界都要这样陪你玩呢？对不起，为什么对不起？